请问爸爸妈妈，你们觉得小宝贝刚刚有没有表现很棒？有吗？有吼。那小朋友，现在我们来送礼物了，好不好？你们都很有精神吗？有没有小朋友可以告诉 Kiwi 姐姐，你现在读的是哪一间东森悠悠幼儿园？哇，都很有精神的，而且都知道答案。那我要选最有精神的了，请问谁知道？太小声了，请问谁知道？我选这个，穿着东森幼儿园的妹妹，对，就是你，然后绑两把的。来，你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杨文玲。杨文玲，你是不是大班？你大班吗？对，那你可以告诉我，请问你是读哪一间东森幼儿园？幼崽幼儿园。好棒哦，我们帮他鼓励你。那这个礼物先送给你哦，我们帮他拍拍手。好，刚刚选大班的，来问问看有没有中班的小朋友。你中班，你也中班，中班。那你们，我想要选一个中班的小朋友，然后可以跟 QV 姐分享，你最喜欢上哪？什么课好不好？你们有没有上体育课？有没有上国文课？那你们有没有上画画课？你们可以想一想，你们有上什么课，然后最喜欢的来跟我分享哦。请问谁要跟我分享？我来找一个哦，你中班吗？你大班，谁中班？举手。你吗？那你跟我分享好不好？麦克风借给你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陈云晨哦。那你最喜欢上什么课？体能课。体能课，你们体能课在学什么？有学踢足球吗？有，对不对？东森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学踢足球。那你 还喜欢上什么课？想想看，还有吗？不要紧张啦。还有什么课？有吗？还是你喜不喜欢上学？喜欢。那我们帮他拍拍手。你不要紧张，抱一个。耶、yeah ！好，那这个礼物送给你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再来送下一个礼物哦。请问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看悠悠 TV？ 来，那现在我知道了，你们都先坐下来，坐在地板上。好，都先坐好哦。接下来呢，我要选哪个小朋友手举最快哦？还没，我说谁知道才可以举手。来哦，请问谁知道？你超快的，这位姐姐。来，你告诉我。悠悠点点名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帮他拍拍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来考的是爸爸妈妈好了，我怕爸爸妈妈旁边觉得无聊，爸爸妈妈。你们帮小宝贝拿礼物的时间到了，请问爸爸妈妈，你们平常有没有陪小朋友一起看电视啊？有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我来问你们哦，请问你们知不知道悠悠 TV 是在第几台？第几台哦？有两个数字，好不好？我上去选，等我一下哦，上去比较清楚。好了，来，爸爸妈妈准备好了，我就要来问了，请问谁知道？爸爸妈妈的声音都输给小朋友了啦，再问一次，请问谁知道？这位妈妈笑得很开心，来，我就来问你，妈妈，你的小宝贝在哪里？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哇，妈妈要帮你拿礼物咯，来，你告诉我，请问是第几台？25台。恭喜你答对了，那妈妈帮你拿到礼物，你可以抱妈妈一个吗？哇，好棒！那这个送给你，不客气，我们帮他鼓励鼓励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来唱歌跳舞，来考考你们哦。悠 TV 里面有一个卡通，然后它是全身粉红色的，它是一只小猪，请问是谁？是不是佩佩猪？对呀、啊，我有跳佩佩猪的歌啊。那接下来我跟你们一起跳这首歌，好不好？